果呢，对不对？小果一会儿来，小果现在还在来的路上呢，我就坐在车里面就聊天了，对，嗯。那果又玩抖音了，对不对？开着玩嘛，开着玩嘛，哎，这发型今天搞得有点太那个了，太那个了。哎，点赞走起来，宝贝儿们，好不好？点赞继续的走起来，好不好？阿虎，你有没有其他一个名字叫四爷，对不对？不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不是我啊。主播是哪里的？我是四川昭觉的，昭觉县的，对，昭觉县的，嗯。点赞啊，继续的，再点赞哦，3000个人了，我的天，3400个人了，这今天上人就有这么快吗？这很久没直播了，是不是老想要就看我直播呀？对，这太快了吧，这上人，哎呀。之前拍了我哥家的那些，就是拍之前小果生日的时候给大家搞了福利活动的时候，现在直播间有没有当时拍了的？有没有？换抖音了，对，你们不有对不对？产品咋样？实话实说，产品咋样？那是真正贴钱给你们搞的，知道不？卖了8万，亏了11万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好用对不对？挺好用的对不对？是吧？那是真正我哥那大哥的话就，那个香水好迷人对不对？对，香水香洗衣液也很香对不对？对，谢谢啊！那是卖了八万，亏了11万，知不知道？赚那么多呀，对不对？不，卖了8万，亏了11万，要把它亏的算进去才行的嘛。真的，100%要相信阿古，因为你看嘛，比如说我那时候我看了我这个后台啊，就比如说来新疆的，还有西藏的，扣个一我看一下，新疆、西藏的，是不是都给你们包邮了？是吧？之前你们拍在其他的那些网红什么之类的那种，你们拍的那些是不是要运费？运费都要20多块钱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所以我哥那时候怎么说呢？我哥那时候是，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我现在在那个找小果的路上了，对，在找小果的路上，啊。谢谢点赞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，来继续的点点赞，好不好？继续的再点点赞。继续点赞点起来，小果他们在来的路上啊，在来的路上，咱不慌啊，咱先不慌。点点赞啊，要不要给小果他们打个电话之类的？下雨了，这个季节还下雨啊。我的天。下雨，你们这里也下雨对不对？这季节还下雨呀呢。大漂亮踩我洗衣机对不对？对，谢谢送的人气票，谢谢啊。这个季节不能下雨吗？这季节老家的话应该是很冷了。啊。秋天会下雨啊，好，秋天是会下雨。对，这话说的，这个季节不下雨的。我因为我们的老家的话特别冷，知道吧？就时不时还会下那个霜，就是下冰雹啊之类的那种。对，以前就这个季节，丰收的季节下的冰雹就这么大的，把那个家里的这些就是邻居家的那些稻啊，那些水稻啊那些大米都直接给它整破坏完了。对，嗯。谢谢啊，谢谢点赞。小果没在吗？对不对？在来的路上。谢谢点赞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。这是什么车？对不对？这个车的话就都不重要，车的话就相当于就是个那个一个小破车一样了，对，能坐就行啊。那车的话能坐就行，这椅子都坏了，那明天拿去修才行啊。这椅子它那个借助不好了啊。谢谢点赞。商务车对不对？对，商务车。我平常我就喜欢坐这个车，因为这个车确实挺舒服的，
就那些小那些我那个那个其他我还有一个小轿车，那小轿车的话，跑高速的话就还可以，但是比如说在就是跑城市里面的话，还是觉得这个车好坐一点，就是宽敞，然后也挺放松的，对。商务对的，商务车，商务车对。谢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，感谢进来的哥哥姐姐们啊。没声音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没声音呢？有声音吧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有，对不对？嘿，好好好。那之前小果过生日的时候，大家都收到货没有？都收到货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好好好。好的好的。啊。那是那个是刚刚是9月30号，那时候是放假的时间，那有的收到有的还没收到，对不对？收到有的没收到，就拍了的拍了的，对，收到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怎么说呢，那个时候是以这个最快的速度，就包括那个我大哥那个公司里面的人员都是不下班，就不放假啊。他那个规定有规定，就是在这个国庆不放，就是要得到2倍的工资，以这样的方式，对，9月30号的嘛，哦，9月29号，那全体的全国的这些大部分都放假了，他们没放假，他们都是你2倍的那个2倍的工资，以这样的方式去，因为后台要运营呀，后台要发货呀，这之类的那种，所以的话，他们上一天班就是3天，相当于顶3天的工资。是这样的，对，3倍，对，3倍，对，是3倍的，3倍。香水收到了，对不对？给好评没有？能不能给个好评呢？啊，来，现在就追到自己的那个下单页面去给个好评吧，行不行？那东西真的好用，真的好用，真的，嗯，谢谢哥哥的礼物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卖了8万块钱，亏了11万，真的是亏了11万的，对，那是全全完完全全就是福利。真的是完全是福利，那个洗脸巾那个卸妆巾2.9块，是不是？那超市里面随便一卖，哎，都是十几块啊，哎，包括6-7块啊那种，2.9还给你包邮到家，这个亏在哪个地方？就亏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包括那4件套的那个毛巾啊、浴巾啊，啊，4件套的那个浴巾，是不是19.9块？那之前都是开看的都是69。我就这样以这样的福利来回馈，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所以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给个好评啊！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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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给个好评，给个好评就好了。小果呢，对不对？小果在来的路上，这还没来，还没来，咱们把点赞往上再点一点，咱把点赞点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咱现在的点赞是56000的点赞，继续的再往上点一点。香水还有吗？对不对？香水。收到货了还想要，对不对？香水没香水在没有了，香水没有了，对，没时间看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9月30号那天基本上都是大家在过中秋搞聚会，所以很多人就是没看到，哎，对，没看到我们直播，所以的话有很多的人是不知道我们那天就是给大家带了福利啊，这那的那种，对。谢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，嗯。我的号呢，对不对？我的这不就是我的号吗？那不对不对？音响改装了没有？对不对？音响还没来得及改装啊，音响还没来得及改装，但是过几天吧，过几天我把那个音响就是定了以后再看，因为还差那个麦克风没到，那个麦克风到了以后就在这里直播，然后就给大家唱歌，好不好？一直看你直播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啊，谢谢，点赞继续的点起来，来把点赞点到10万，好不好？把点赞点到10万啊，10万的点起来，然后还没点关注的继续的再点点关注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什么车？这个是一个那个一个曼巴赫啊，对，都不要，都得借的啊，借的车，那借别人的，嗯，谢谢点赞啊，谢谢点赞啊，嗯。小果呢，对不对？小果在来的路上，这还没来，这还没有来，对，
啊，唱歌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那咱继续了，再点点赞，然后把音箱安装好。那经常给哥哥姐姐们，经常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唱唱歌，哎，跳跳舞，这不是挺快乐的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现在的话，你看咱们，过了一天，上了一天的班，也非常的疲倦，来到家里面看，因为现在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都不看电视了，我们都拿着手机就开始看，哎。那给直播间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唱唱歌，哎，缓解一下心情也是挺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就这么干唱的话，我是真的没有这个干唱的话，确实是唱不起来啊。毕竟有伴奏的话，那更好听啊。对，是吧？你打个电话给小果呗，对不对？不用打，这马上都来了，对，应该来了，对，打了有差不多六分钟左右了，我刚对对对，五分钟左右，嗯，一个小时没看大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大漂亮也跟着他来吧，应该，啊，清唱一首，要清唱一首，等小伙来了再唱吧，好不好？唱给小伙听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什么车呀，四哥，对不对？这车不车不重要，这怎么一直问车呢？这车啊，这车不车不重要，那车都是这那哎呀，真低调借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借的，真的啊。舍不得电话费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车就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借的，你哪来那么好的车？不是那么差的车。